跟跟海涛哥说，今年呢，光华日报什么礼物都不要，他要的就是他已经没有来玩吗？挽回了自己家的健康，就是光华日报最大的礼物。那天我在跟他WhatsApp里面分享，啊，你们再摆个来，OK，啊，用你们的 feel 来，OK， 好，来，大家笑笑来，啊，OK， 很好，这个照片很好。 不是，我想再拍一下你们两个组织，好吗？我都搞了希望。